Hello， 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姆雄雄哥，来九九练习法。我们打两盘啊，每一颗球都做分析。哎，这个洗带了，这个球形很松散，二做四做到就基本上没有问题了啊。来二做四的话，我们就走下两颗星，所以我这个过来一点点就可以了。高杆不下散，轻了啊，延伸出一半而已。拉杆，非常犀利的旋转，刹车球过去刚好有角度，力量太大喽，先生，那就要钝杆了，不要低杆哦，会洗带。不要低杆哦，直接中杆。好，可以过来，走两颗星，低杆过中带。这样很好走，非常好走，不下塞。十二点半，像这延伸都是延伸一半而已啊。这种球可以温柔，如果怕不进的话，可以走四颗星，用力都没关系。怕不会进的话，这种走四颗星。感觉哦，角度，因为它会打比较薄，你没弄好的话，它就所谓的魔鬼球啊，静电啊。好，这一局难度不高，但是几个二分法观念哦，都有表现出来。有时候看起来简单的球，但是我们二分法跟观念对的话，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，吃起来轻松。但有时候二分法观念没有弄好就完蛋了。好，这个球不用自由球，这球可以非常柔的右塞过来。好，我们看这样子啊，或是两颗星敲六号都可以，非常low的右塞。好，做三号，基本上来这里下第一杆，看可不可以来这里，大概三颗星，非常low的右塞。好，这个走三颗星啊。这颗球的高低杆很重要了，顿推左塞。这我左塞哦，不敢下太多啊。这球左塞应该要下多一点，走这里，但是用冲杆还是那个啊。我基本上这力量一定要有，你低杆会洗带。好，过来。好，要用加杆器的时候就要用两个打法，一个低杆，一个是顺推，顺推左塞。走左边走右边都可以，我走左边，高杆左塞，十点半。好，就这样子了。这球输赢在力量。好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熊哥。Hello， 我是 Johnny。Hello， 我是 Thomas。大家好。那非常高兴哦，我们两位球友刚好来球胜来探班一下，顺便买球杆。那非常高兴，那欢迎我们所有的朋友，只要有空哦，
不小心放到台北市中山区的话，可以来这边上车。来，谢谢 ，Thank you。Hello， 各位朋友，我又回来了。那今天这一集哦，分三个阶段哦，横跨好几天剪成一集。那第一段就是各位看到我示范这个九九练习法哦，两盘那时候好干没来，我用的是冲干哦。那第二段就是非常感谢 Thomas 王跟这个 Johnny 特别来看球杆来探班。那 Thomas 也预定这个下个月才会拿得到的 CJ 六啊，非常感谢。那他们两位哦，也是在这边第一次碰面。那他们两位就去我们隔壁是球馆，然后就在那边切磋啊，以球会友。那后来又来了这个小伟哦，小伟他昨天哦礼拜五哦，这个下雨哦，然后下了班就赶过来，拿了他哎这个期待已久哦，预购很久的 CJ 六哦。那后来晚上也来为陈大哥哦，那陈大哥他是军官哦，退役的职业军人哦，那他现在60几岁。那他说30年前那时候在台北市复兴南路的准将，那时候打球也跟我徒弟曾仲豪，包括我们一些职业一些业余好手一起打球，所以我有点印象。那也特别来求胜探班，然后非常感谢他们四位。所以说撞球是非常适合我们这个一辈子可以去从事的运动，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竞技，也是非常好有益身心的活动。好，以上就是今天哎，这个3-4天剪辑成的一个熊哥撞球教室。好，一样，现在天气有点湿冷了，大家要注意这个小心了，不要着凉了，保重，平安。